もしもし、俺。Hey, 大家好，三月的最后一天，已经很久没给大家更新了。我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秀，是陈安琪的2018年秋冬。这个票呢，得感谢在香港的那一期里面出镜的小姐姐帮我搞到的票。晚上10点的秀，先化一个妆。因为今天要看秀，所以带了一副绿色的。我戴隐形眼镜一定要用这个。最近鸽子姐又在德国，你们可以尽快找她代购。二维码就在我的微博上，我的微博就跟我的 B 站的名字一样，你们去搜就好了。 So Which First Foundation Beauty Blender， 这不是正宗的。我在上海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同声翻译，他是笔译兼口译，然后他有时候就很鄙视我的英语，但是我完全不害臊，我觉得在他面前讲错无所谓。他每次都会说你这种犄角旮旯的英语天天在我面前炫，但是你就说呗，无所谓的。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出门啊什么的用到的英语都是挺简单的那种，你只要有手机愿意说然后敢问，其实外国人很努力会去听懂你想说的话。遮瑕 which one？今天我们要去看个秀，所以说遮瑕应该要非常棒棒才可以。 NARS 的这个遮瑕，但它很白，所以作为提亮和遮瑕会非常棒。我感觉它用也挺快的，一到这种化妆视频就会比较容易严肃。把底妆给定住，今天打算涂一个玫红的口红，就是我前两天刚买的这支植村秀的266。玫红色的妆很难配，所以我们先画口红。我们先画好嘴唇以后，眉毛的话我们就还是用植村秀的眉笔。好了，眉毛我们先来修容。用了一个很便宜的网上买的修容，这样的它是比较冷的那种修容颜色，不会觉得很棕红，我觉得棕红很可怕。 For you， 最近在看老友记，大家有没有看过老友记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老友记，只有我没看过老友记。浅浅的棕色给你们的眼皮打个底，画眼线。这个 NARS， 然后我们再用膏状腮红定个新的颜色，也是玫红。你们日本最喜欢的男明星是谁？我们再用一个高光。其实高光是很显毛孔的，你们知道。It's cute, right? Okay. 然后我现在穿上外套，配上包，还有鞋，我还不知道穿什么鞋呢，准备走了。起的秀的话最好是早点。现在是几点？
点吧，小姐姐，睡到九点多吧。就是请了几个 dancer， 这就是街舞舞蹈演员。我现在在新天地准备喝一杯。哦，我的朋友还没到哎，他被卡在路上了。他揍我！